盆熊熊烧，跨过火盆烦恼消。新人迈步登大堂，富贵荣华万年长。夫妻恩爱鸾凤和鸣，吉时已到。一个男人要是喜欢你，他的眼睛会一直盯着你看。击败天地。好，二拜长辈亲朋。你看看啊，好，哎，好，夫妻执手相伴。别过分啊，可以了。我是豺狼还是虎豹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手我签定了，就算是逢场作戏，你也得把这场戏给我做踏实。等今天成了亲，拜了堂，你就是我于登登的人了。你只能好好的安分守己，踏踏实实的给我当这个压寨二夫人。你克我！我说过了，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那个陆姨娘，按照规矩，你得给我们大红敬主妇茶了。请吧。真是可笑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作为一个大男人，岂能甘愿受辱？